直播吧，是月十三日，是北京时间是月十三日19:35，一场国际足球热身赛在苏州奥体中心进行。国足主场迎战印度，上半场国足没能制造太好的进攻机会，严俊凌贡献神。半场战罢，国足暂时同印度战成0-0。国足在此前的一系列热身赛中表现不佳，在上个国家队比赛日，国足两战一平一负且一球未进。本场首发方面，郜林和冯潇霆领衔，金靖道首发出战，郑智因伤坐镇替补席。开赛前，足协为郑智和郜林举行了国家队生涯百场的纪念仪式，立即为两位弟子送上了纪念品。开出第三分钟，冯潇霆禁区外内接后一脚打门，被对方后卫挡出底线。第七分钟，无锡禁区内横传，吴磊前插和于大宝抢到同一点，两人都未能形成打门。第九分钟，金靖到禁区内倒三角横传，点球点附近队友没能包抄到位。11分钟，于大宝拉边后传中，对方队长在无锡干扰下解围，险些挡进自家球门。12分钟，无锡前场抢断后都射远角偏处立柱。13分钟，印度前场连续配合后，科达尔套上低射远角，严俊凌迅速倒地将球打出底线。15分钟，国足开出战术角球，金靖到一敲无锡传中，郜林头球攻门太正，被对方门将没收。17分钟，印度任意球制造险情，开出左侧角球，中国队后点无人防守，杰特里电射高出横梁。21分钟，金靖的前场拼抢时倒地出现伤情。24分钟，国足错失良机，吴磊分球，无锡中路跟进再分，郜林侧身低射被对方门将用腿挡出。28分钟，于大宝禁区前后脚跟一坐，郜林打门被后卫挡出。32分钟，李学腾禁区内连续两次解围都没能踢远，无锡回防大脚解围。38分钟，李学腾左路传中，于大宝前点没能碰到皮球，吴磊后点背晃也没能形成打门。42分钟，印度打出反击，严俊凌出击将踢出边线，随后印度最快发边线球打门偏处立柱。一分钟补时后，上半场结束，双方暂时战成0-0。国足出场阵容：12严俊凌，3李学腾，4于洋，6冯潇霆，14王彤，15吴曦，29赵旭日，30金靖道，18郜林，22于大宝，7吴磊。国足替补：1曾诚，2刘一鸣，9肖智，10郑智，13邓涵文，16马蹄江，17范晓东，19张修为，20于汉超，21于海，23张璐，28是中国印度首发，23古尔普里特，塞苏巴西什博斯，桑德什西该，7埃尼鲁塔帕，11苏尼尔切特里，12拉雷佩特鲁啊，4普罗内哈德，15辛格，19奈扎黎，20科塔尔，21打死印度替补，1埃莫林的辛格，2萨拉姆辛格，4萨尔塔克，8维尼特雷，9库里尼亚，10帕西，3尼基尔，16卡兰基特辛格，17博尔特斯，22埃达修迪抢，29卡拉吉。